大家好，我是二姐。今天外头下雨了，天有点凉，准备做一个猪肉萝卜的饺子。面已经和好了，让它醒着吧。二姐，哎，那你看看咱们这个肉炖的怎么样了？哦，看到没？你看，你给检查检查。行了，做的不错呀，比饺子好。行了，就这吧。好，装在这个盆里。下面咱们把肉给它腌一下，加入一勺食盐，半勺鸡精，适量的花椒粉，来点料酒去腥，加入生抽，来点老抽给肉上色，来点熟油，适量的小磨香油，再打入一个鸡蛋，加鸡蛋调出的肉馅更嫩。先把肉馅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均匀之后朝一个方向给它搅打上劲，这个地方给它多搅一会儿。最后搅至肉馅儿，这样比较粘稠，料汁全部吃进去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儿吃起来特别的鲜嫩多汁儿。肉馅儿已经给它调好了，咱们给它腌上20分钟，把这个萝卜给它切一下。先给它从中间切开，切开之后用这个擦丝儿的，先给它擦成丝儿。把你再剁一下哈。对，入秋以后要多吃萝卜。俗话说，秋吃萝卜，夏吃姜，是吧？对。不用医生开药方。擦好的萝卜丝，给它撒上点食盐，边剁的过程中，这个水就出来了。咱们给它剁一下。萝卜剁碎之后放到这个笼布里面，把水给它挤一下。挤好的萝卜给它倒到肉里面，准备一把小葱，把小葱给它切一下。小葱给它切碎，切好的小葱给它直接加到馅料里。哎呀妈呀，太辣了。生姜给它拍碎，碎倒是碎了，飞了。切好的姜末放在馅料里，接下来把馅料再给它搅拌均匀。盆有点小了，咱们开始包饺子吧。切上一块面，面已经醒好了，切成大小均的面剂。压扁。那现在就包。好。那你擀吧，你擀我来包吧，咱们这么快的。你包呀。我包。行，那你包。我把那盖帘拿过来。两个人还快点啊。是。馅儿呢？馅儿不少一盆。馅儿不错啊。闻着还挺香的。是。
今天包咱们包什么形状的？正常形状就行。这个啊，漂亮。蘸点面吧。对，要蘸了。哎，你最拿手的包。我的，样样拿手，吹牛皮。排好队。包的不错呀。排好队。咱们的饺子已经包完了，下面开始煮饺子。水开下入饺子。饺子煮了有五六分钟，浮起之后体积明显变胖，已经熟了，咱们给它捞出。饺子已经出锅了，开饭啦。吃饭喽。嗯，好吃。你包的主要是。你调的馅儿。是不是好久没吃肉了？是。贼拉香，你包的就是好吃。你看，挺香，是肉香还是素的香？肉香，其实不放萝卜也行。放萝卜了吗？主要是吃萝卜了。不放萝卜你就蘸，嗯，馒子。这是馒子，做个蘸。嗯，多吃点萝卜好，萝卜是解毒的。嗯，平时萝卜咋吃？熬汤。没人愿意吃，炒上也没人愿意吃，包上饺子还都吃挺带劲儿的，是吧？别说你包的还挺好，一个一个圆溜溜的，比我包的好。嗯，比我包的快。